我自己买一个就一会儿，下周才能到这儿，不可能。此地不宜久留。不可能，瞬间到这儿。80万，是啊，80万。充了8000多，可能吗？可能搁自己号里边充个8000多。哎呀，8000多，这都小钱儿。英雄联盟买个皮肤还能花多少钱呢？还不抵我梦幻西游一件装备呢，还没我宝宝贵呢，还。英雄联盟其实是挺省钱的游戏了，你可以买，可以不买，你爱买不买。什么游戏？你只要买个皮肤，就可以跟别人一样拥有尊贵的象征。去兄弟之前再来叫安了。这武器大师还行，从他跟我换血这个方法来讲的话，我感觉这个人应该还行啊。应该是一个会玩点儿的挖掘机打野，剑圣刚打完蓝，现在在打三郎，直接走了。这他妈旁边指定是有人，没有人他不能这么往上上，假装进草丛出草丛，没有人去右边插眼。挖掘机上路就没走过，一直在我这晃，晃了好几圈了，没找着机会。他还得晃，指定是还得晃一圈。这波最好的处理方法就是回家。这个兵线是往我们这边推的，因为如果你不回家，一会儿兵线你到底是往出推是不推，是不是？所以你就没办法，这波还是回家。那挖掘机一直在上路河道或者是上路这半圈走的话，我就没办法动它，我不敢动它，我一动它，它就过来，它顶我，我必死。亏了几个兵吧，还可以接受。这就是他们的本事。破空枪击返场为啥看不到？你可以去看一看啊。商城里边好像有，哟，这个E没E到他，出了个小布甲。呀，预判我位置预判的还挺准，下回我往他前面走。
这样出吧。梦幻再烧钱也有平民玩家，最重要的是它保值。其实我个人感觉，那属于有价无市。 前两天卖我多少钱呢？说是卖我1800。不对，说是卖我2100。我说你1800吧。这玩意儿呢也就值1800，差不多。他说：“哎呀，这别人啊，带个套儿要1800拿，我都没给他，咋咋地的。”我说：“那行吧，那你慢慢卖吧。” 那你慢慢卖吧，摆上就俩月还没卖掉呢。先来一个小冰锤吧，这波线儿其实有点垃圾，不过也没办法了，我们也推不过去了。 我寻思你要想卖的话，那你诚心卖，咱就正常，对不对？或者你稍微你给我让点，你卖了就得了。有这有那的。说过了那个阴阳人呢？说过了，行。 当个大招，护甲鞋，护甲鞋其实没事儿。稍微再等一会儿啊，武器大师跳我脸，我现在没办法。加里奥应该没大，我们也不推，挖掘机在后边，让他在这蹲。 让他在这死蹲，对，你就硬蹲来蹲。小龙马上没，让他蹲。维克托过来，来。走了吧，我估计可能走了。他不跟我拼，应该是走了。 加里奥往上走，让他来。我看见了，没事，让他来。这些喜欢往上来的这些兄弟啊，都让他来，每个都可以来一遍。我也不怕你，随便来。 车要不要？
车都不要啊！这就不能再装了，知道吧？这个位置稍微害怕点。你们怎么都不敢来呀？来呀，抓我呀！走到一半不来了，干嘛呀？干呐！ 剑圣其实死的挺活该，回家。加里奥挺害怕，发现没有？他害怕我在草丛里边。我已经黑切了，没事。 剑圣基本上都不用怎么翻野，刷其实就可以了。我已经黑切了，这五阶大师还啥也没有呢。一个小破布甲鞋加个小破耀光，三项之力青春版，青春版。 逃跑大师，他应该没有船，他刚才应该船的中路吧？啊，他船，船就上了。哟，你大用了吧？干嘛这么嚣张？干嘛呀，兄弟？半管血传下来，好歹这是有个黑切了，这是有点太猖狂了。 最主要的，他还敢把 E 用了，你猜？提亚马特要出，再来个这个，你就别收我线了，我上线刚好收线。
你都不一定能打得过他，你就别送了，兄弟。哎呀，这碰到这武器大师，这不送了吗？这能打过吗？这不扯犊子呢吗？硬送啊！被点了，他时不时一级的，你这就那加里奥不来，你能打得过他呀？你不也打不过他吗？呀，峡谷之巅老瞬移是怎么回事呢？拿了吧，我这个欢心还没有。还没有叠满，过来蹭个欢心。知道我过来了，知道我过来了，又能有什么用呢？这波继续推啊，有可能武器要过去，不过去就拉倒。我估摸着可能挖掘机一会儿要过来，所以我们现在就不上了。挖掘机没来，我们就上。虽然不知道他为啥削钢，但是确实挺削钢的。我如果要去下路啊，这波就还得再推一波，我再推一波就有可能会被抓。既来之则安之。其实剑圣金克斯他们可以去偷龙，可以去把龙偷了他们。你们三个可以打龙，我跟维克托牵制，
这个消失，等这个消失。把上路线收了。打团对面不能跟你打，基本上他们不太会出来，你知道吧？哎，这波峡谷先锋可以，应该是创没了，我估计直接开，随时上来找死，就让他上。团的位置不错呀。这锤石就属于不带脑子玩儿，你知道吧？一波五打四，二塔都没了，哎，敢往上勾人儿？来杀加里奥一波，几个人没活呢，可以接受，可以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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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两秒复活，拉倒撤，不打了。2500，这死亡之舞是真有点贵呀。他追出来也没用，他追出来他也打不过他们。你说你俩能打过吗？那不送死来了吗？这又送俩，又白给俩。另外，我刚才为啥又卡了呀？哎呀，真耽误事儿啊！11:24了，又卡了呢。追，不要害怕，可以追。但是这个大就没必要了，杀锤石来。这挖掘机怎么还往出走呢？你要杀维克托呀，兄弟呀，来杀小黄毛，还往回抠。往回抠，还往回抠，不直接跑还往回抠。能一波吗？能一波，一波了吧。又一把 MVP 没进，确实没劲。MVP 金克斯。